儿子，上车。兄弟，等一下。怎么能死在这块呢？天天硬核嘞。我至于被炸死吗？哎哎，我要死了。扶我一手，给我扶下去。怎么了？你半天炸不到了。就站在我身边，你就站在我身边。天命之子蓝战飞，我来了。这个摩托车不能再撞了，瞬间再撞就没了。你放心，我开车。你向我保证你不再撞了，兄弟。我开车，你放心。不要不要。不要不要。Oh my god. Hello. 不撞了，不是说不摔呀、啊，兄弟。为什么想掉公民呢、啊？救人救人，没得救了，兄弟。你他妈的叫你别撞，你是真的不撞啊，你他妈的来了。可以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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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真可以救，可以救他，不用救了，没救了。等一下，我可以救的，你放心，我开车。我救人，想掉公民啊，我来了，救人救人，刀路斩雪一雕，没关系啊，你们，我说是他脸上我停车了，他自己甩过去了。我下一次扶你，我也在你脸上停车，兄弟。不是，不怕，不要救我，在你脸上按手刹，就到你脸前面一毫米的地方按手刹。你按到我不离近，然后跑过来，你死了没辙了。但是我也不希望我是被你碾死的，兄弟。真的，我要从那刚才那个位置下车，你就没了。你到前面我直播间有多少人问过你的？你的人像上人头多少成啊？你知道多少人问吗？